转回国内来看到音乐平台跟跨国社群科技合作共同呈现2022年 KKBOX 潮流新生，由创作歌手阿豹、郑怡农领军首度在元宇宙发声，歌手们在不同地方同时戴上了 VR 装置，仿佛置身在同一个录音室，在虚拟世界录制 Podcast， 科技应用甚至还可以以虚拟替身登台演出，创造了全新的表演模式。超棒！虚拟替身面对面，歌手齐聚元宇宙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凡农，我就是彩虹蹦蹦枪，在这个元宇宙一起来录 podcast， 很炫啊！即时异地协作交流，音乐平台与跨国社群科技企业合作，共同呈现2022潮流新生，首度在元宇宙发声。创作歌手阿豹、郑怡农带领 Lucy、雷琴和 The Cream 在不同空间同时戴上 VR， 以 3D 虚拟替身现身 KKBOX 风云榜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来好好的介绍一下今天在场的各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ucy， 我的 U 上面有两个眼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琴。2022潮流新生，准备好了吗？真人接棒，虚拟替身接力演出，虚实结合，跨越空间限制，在虚拟世界音乐发展有无限可能。记者宋报道。